我是刚刚一流车长的110年，4月10号，试营站出营站12:01，从白的是5450次哦。电梯关门，等出院门。5450次在，现在出营站停靠，经由北回线看花莲，待会在450站的第3月才停。然后现行进站是4137次，江北香港树林的先头。4137次将杨建刚受领了全都，原油585全都。好，感谢各位支持，如果下面干嘛咱们都会给我们的，那拜拜。开启车门。